欢迎收看七福山的圣安地列斯终极版逃亡。今天这期内容啊，由这位小伙伴提供。他说准备一个斯莫克主题的挑战，驾驶黑色，从沙漠机场五星开到圣霍洛机场，可以刷载具，在机场完成盗马贼三个空中特技不能被打下来，在托雷诺的别墅跳伞，最后开斯莫克的车六星到疯狗的别墅，即挑战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挑战。好的，兄弟们，那我们准备一下，开启我欠阿瑟尔我百万。现在我
Thank you.